诸位萨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刚好承德这段时间有一些国际上弘法的缘所以课程呢。都有几次停课在这里也跟大家致歉这个在体力上在各地弘法要再兼顾每个礼拜的课呢体力上有点困难当然这个也是自己一开始也考虑不周那常常上上停停在这里也跟大家致歉那这个考虑事情呢就是学佛这个是分不开的所以考虑不周啊也是自己修学不得力这个跟大家抱歉那这个希望这因为承德从五月份到算是到八月在各地都有弘法所以尽量呢这些每个礼拜的课还是不要停为好那刚刚跟大家提到这做事本身呢也是学佛因为佛是觉的意思在哪里觉呢在念头上关照到不符合性德那就要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要转念了就像我们入佛门呢是三皈依皈依三宝那三宝有住世三宝佛法身那这个佛法身呢它的表法就是自性的三宝佛是表觉而不迷法是表正而不邪身是表静而不染所以皈依它实质的意义是我们要回归自性觉正静的就是要恢复自性成佛这个要在念头当中回归张家大师比喻这个皈依就像我们坐火车上了火车这个火车票就是三皈依了这个车票一直都带在身上没有离开假如车票没带在身上了这个检票员一检查不好意思你要下车了你就没有在车上了没有在道中了因为跟自性相违背了就不在道中了所以儒家有一句话讲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可离非道也那佛门华严经也讲了忘失菩提心
啊，菩提心就是真心了，啊，就是性德了。妄思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哦，这个话讲得很重哦。所以这个正念呢，这个菩提心不能失掉啊，不然修行就搞成魔业了。啊，因为这一生呢，成就不了了。那这一生有修行啊，修了福了，啊，第二世啊就享福，啊，享了就造业了，啊，享福啊很难不造业，第三世就堕落了，啊，所以佛陀示现在世间呢，啊，不是说帮助我们下辈子更有福报啊。他老人家不是为了这个大事因缘出现于世的，他是为了帮我们成佛啊，帮我们开示悟入佛之间啊。最低标准呢，是要帮我们出轮回的啊。这个我们不能辜负他老人家的良苦用心呢。啊，大家车票都拿好了啊，啊，随时要检查啊，不然到时候被人家请下车去了啊。好，那所以修行啊，学佛啊，是觉，要在念头当中觉。好，那有同修啊，刚好因为在国际间走啊，啊，比较有机会。跟同学们面对面啊，叫 face to face 啊，面对面交流啊，就从网友啊啊，就变成啊见过面的啊道友啊啊，以前都是在线上啊。那一提到念佛啊，哦，这个不止一个同学了啊。他们的表情马上啊就很纠结的说，哎呀，念佛好难啊。啊，不知道有没有讲到大家的心声啊，啊，好难啊。好，那我们在课程当中啊，应该都有跟大家提到啊，境界呀，没有困难啊，这个大家应该有印象吧？啊，境界没有困难啊，境界没有障碍啊，境界没有障碍，障碍在哪？在我们的心念呢？啊，藕益大师说：“境缘无好丑啊。”好丑起于心呢，啊，哎，我们觉得很难，可是我们看老和尚在讲经当中提到，啊，盈科法师啊，念了多久啊？阿弥陀佛来了，3天啊，啊，那大家说难不难？啊，就是说难不难呢，说简单也确实不简单呢。啊，而这个好丑是起于心呢，所以我们的念头觉得它很难呢，这个念头对我们就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哎，这个不是我们念佛啊，会产生这样的心态啊，因为我们学佛念佛啊，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缘分啊。
很可能我们还没有学佛以前呢，我们的面对事情的态度就容易退缩。我们说强者先谦呢，这个比较强的心态念头啊，会在哪里出现呢？在我们遇到的事上，它就容易起现行了。所以面对事都勇往直前的人呢，他有可能学佛了，他就不会常常在那里想，哎呦，好难呢，念佛好难呢。所以其实我们在面对境界当中啊，也是在更认识自己的性格，认识自己的对人对事的态度，认识到，他跟性德不相应，这个心态跟性德不相应，这个叫知过了，赶快把这个心态要转变过来，这是改过了，那我们建立一个重要的心态，发现自己的过失叫开悟。大家希不希望开悟啊？我今天刚好大家一起讨论念佛，我第一个念头，哎呀，好难呐，好难呐，我突然回光返照，哎呀，我看到我这个念头，我遇到事啊，就容易退缩，容易啊，把事情想得太难了。那我看到我自己念头的偏颇了，我要把它调过来。那发现自己念头不对也不是坏事了，这叫开悟了。进一步呢，要对治了，对治这个偏颇的念头，对治我们的习气了，这个叫改正自己的过失，叫身修行。我发现呢，个性很急的人呢，念佛要念得得力也不容易啊，那就要改个性了。因为个性急啊，会急于求成，他念着念着就着急了，这到底还要念多久啊？他就夹杂这些念头，那这些念头出现，我们还要关照到啊，是这些念头在障碍我们念佛啊，不能安定了。所以这个师父领进门呢，修行要靠个人呢。我相信啊，老和尚谈过很多念佛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曾经呢？拿起这个一本书或者一张纸记录一下老和尚每一次提到念佛的方法，我都把它记下来，都在这些方法当中用功夫，这样才能得力呀。其实我们真正站在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有没有提起老和尚这些教导？来对照自己用功对不对？比方我们应该都有印象，老和尚常常举有这个觉明妙行菩萨的法语提到，我现在跟大家聊这个
跟我们48愿有关系啊！啊，大家不要误会说，哎呀，法师今天不知道又会不会讲48愿啊？啊，可能这个时间到了啊，48愿还没讲啊。哎，这48愿说自心性要啊，哦，是吧？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自心呢，是真心呢。其实，所有指导我们念佛的方法，都是指导我们用真心啊。这样才能深深唤醒自己啊，这样才能弘明正张自性嘛。比方觉明妙行菩萨说，不怀疑。你念佛里面夹杂怀疑，念得好吗？很容易夹杂怀疑啊，为什么？信心不够。哎呀，我真的念得好吗？我真的能成佛吗？这个疑心起来了，这个念佛就不得力了。不夹杂，这个不怀疑是很重要啊。自心信要，你看信愿行呢，首先是信自己呀。也遇到一个同修啊，他说："哎呀，我很难相信自己，但是我很相信佛其实都是顺着自己的认知在走。你相信佛。那体现在哪？体现在你不怀疑佛讲的话嘛。那不说别的了，佛开悟第一句话是什么？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来。那这一句相不相信呢？那这一句相信了，怎么还怀疑自己呢？其实我们的思维很习惯呢，顺着自己的想法在跑，不是顺着经典的教诲，这一点我们也要观察到。我们一开始就说要在念头当中觉呀，念头跟经典不相应了就偏了。佛经句句就是指导我们。用真心的，随顺性德的。所以我们既然学佛了首先呢，随顺圣贤佛菩萨教诲，不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呀。刚刚讲的这个信要信，那我们要随顺佛的教诲。佛49年所说一切经啊，就从他开悟第一句话流出来的。这个佛法很微妙啊，他讲一句就是全部了。全部都在诠释这一句，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都在指导我们什么是真心呢？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所有经教也在提醒我们，不能用妄想分别执着，有的话要把它放下。所以不怀疑呀，要相信自己有如来智慧德相，再来不夹杂，不夹杂。那我们看到这一句指导了，
修行要看靠个人了。那我们念着念着，哎，妄念进来了，夹杂了。哎，为什么这些念头会起来？因为这些念头啊，我们放不下。你越牵挂的事啊，你就容易在那里想啊。哦，有些人说奇怪了，我好像念佛的时候妄念更多了。其实不是说念佛了让妄念更多了，是本来妄念就很多，平常没有注意了。就好像我们空气间其实有很多灰尘呢，我们平常没看到，突然有一束光啊，太阳光照进来了，哎呦，怎么这么多灰尘呢？它本来就这么多了。好，那我们念佛相对的比较安静下来。哎，就容易察觉自己的妄念很多。所以我们要自心性要来念佛，我们要慢慢把这些妄念放下。以理择情呢？用理智，用这些经教啊，调伏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分别执着，我们看不下、看不破的这些事情，比方容易操心，家里的人，那你容易操心呢，念着念着呢，很多妄念就进来了，夹杂了。那我们就要冷静思维了。我操这些心有没有用啊？对自己没有用，让自己念佛啊，功夫都不容易进步了。哎，对对方有没有好处啊？我请教大家啊，现在有可能很操心你啊，你知道了。你心理上有没有压力呀？或多或少是吧？哎，当然，你假如比较有良心，就好，不能让他操心了。会互相影响啊。那既然对自己、对对方都没有好处，那我不能再随顺这个念头了，这个我就不觉了，就不理智了，不如念佛给他回向啊，对他真正有帮助，你常常用经教思维啊，慢慢这些对世间的牵挂妄念会慢慢淡。但是这个要自己去下功夫了，就好像我们会担忧未来，这些念头也会在念佛的时候都会现前的，或者懊恼过去，念着念着，10年前那一件事，当初什么情境，他给我讲了哪句话，伤得我很深，你看又冒出来了。冒一次，印象又加一次，或者自己觉得自己做错了，常常懊恼也有，一直想，一直想，那这个时候就要想到了，张家大师说的，什么叫忏悔啊？不是一直想叫忏悔啊，后不再造，叫真忏悔了。老和尚提醒我们，你想一次就造一次了。这些都是要自己下功夫的。
所以修行啊，不能依赖别人我们这个依赖别人也是一种习惯呢。这个阿难尊者的表法给我们启发了，阿难尊者就是有依赖了我的堂哥是佛陀了，所以他都证不了阿罗汉果了。这种依赖就是起这个私货情感他就证不了阿罗汉果了。所以佛跟这些佛的大弟子啊，他们这些表法其实都在指导我们修行那多熏习呢，多听经呢，我们容易提起这些教诲，来调伏自己的烦恼心。你可能不好的念头起来了，相应的经教也提起来了，你就容易把这些烦恼心放下了。那懊恼过去这个都是没有深信因果。假如深信因果，有什么好懊恼的？本来就会遇到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算命的经验呢？比方说很年轻的时候算了，算40岁会遇到什么？可能当时我觉得不可能的啦，那时候怎么可能呢？到那一年的时候，真遇上了那个事了，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奇怪了，怎么人家几十年前可以算得到那些前世已经种下的缘了，你是不可能闪得掉的。可是你闪不掉你可以转转冤亲为法侣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觉悟了，不被他影响，不被他转，才能转进了。这个爱不重不生娑婆所以我们的情史还是重那这个要转情缘成法缘那这个都要有戒定的功夫没有戒定的功夫，那一互动，忍不住自己的情执情欲了，那就在劫难逃了。所以这个不要懊恼过去预知前世因呢，今生做的事你真明白因果了，你不止不会懊恼，你会觉得，该还的有还了，无债一身轻你会逆来顺受，你不会懊恼。佛所讲一切经从世上不离这两个字因果。诸位同修我们信佛吗？信佛不是嘴上讲的，信佛在哪里干呢？首先深信因果。我们众多的妄念只要提起深信因果这些妄想就慢慢就少了。这些
怎么让自己的念头不要再夹杂很多的妄念呢？这个要自己去调伏了。所以下莲居老居士说的"以理则情"这四个字啊，我们要下功夫。孔子啊，在《论语》当中有讲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已矣呀。这个如之何，如之何就是该怎么办？该怎么办？该怎么突破？就是他面对事情呢，他不会主动去想，哎，该怎么办？该怎么突破？面对解决？他没有这个态度的话呢，那孔子说啊，吾莫如之何也已矣。孔子说，我也拿他没辙了。那我们自己想想啊，我们面对修行过程当中啊的一些考验呢，我们有没有想怎么办？如之何？如之何？有没有想着怎么突破它？假如我们都没有这个心态呀，那孔子要帮我们也帮不上忙了。所以夏老说了，自助者天助，自救者天救，自弃者天弃，自己放弃自己人，那佛菩萨要加持，加持不上了。所以我们呢，自爱自觉呀，就感诸佛如来同体大悲的加持。假如我们觉得功夫很不得力呀，很沮丧啊，那这一念呢，就会挡掉佛菩萨的加持了。所以念头很关键呐。一沮丧了，佛菩萨加持不上啊，魔得其变啊。魔就是不希望修行人成就啊。所以克念作圣啊，这念头不对的，要能克服它，能转念。这个是刚刚跟大家讲到，不怀疑，不夹杂。这念头我们怎么让它越来越少？要用经教理智啊调伏它。哎，再来不间断，不间断。华严经有比喻啊，这个一比喻就很具体，让我们能感受。比喻啊，修行像钻木取火，这个火还没出来啊，哇，手酸了，就像念佛啊，困了睡一下吧。念没一会，摸东摸西的，都间断了。你钻木取火，常常休息呀。火还没出来，未出而朔息呀。这个热度啊，就退了，火势随止灭了。这个是比喻，懈怠者亦然。所以修行了，要精进了，不能懈怠。你看我们现在在讨论的都是对治啊，对治我们错误的念头、错误的心态。这个对治的功夫啊，老师帮不上忙了，这个要自己下了。菩萨六度都是对治，六度就是万恨啊，
那代表一切佛法都是在对治习气了。啊，所以《劝发菩提心文》说的，以无量善法对治烦恼。啊，布施对治兼贪，持戒对治恶业，忍辱对治嗔恚，精进对治懈怠，禅定对治散乱，般若对治愚痴了。好，那。我们要对治间断了，哦，那就要精进了，哦，那就要练专注专注什么时候练呢？专注不能说念佛的时候才练呢，专注应该是一切时一切处啊，都要练。听人家讲话要练专注，做任何事要练专注。啊，你不能平常做什么事都不够专注，啊，然后要念佛的时候就来练专注，这要练得好也不容易啊。啊，有同修，我感觉他比较着急。我说你这个一着急啊，你念佛念不好的。好，那个夏老提醒了，不能济功求速。哎，我什么时候念得有功夫啊？啊，求速就是哎呀，我赶快念得功夫成片了，这些念头都是很着急，所以着急的人。在念佛的时候也会显出着急来哦。好，那怎么不着急呢？那不止念佛的时候要不着急的。啊，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呀。所以要调伏这个着急那应该是在。一切时一切处，都要下这个功夫。吃饭别着急。我也曾经，刚好有同学一起吃饭。那，哇，他吃好快啊！我都还没吃一半，他已经吃完了。我笑着说：“哇，你吃饭挺快的啊。”他说：“我都是这样的。”好，那接下来我就不会再说了哈。是借这一句话提醒一下对方说我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走路说话着急的人呢？说话一定快，所以修行呢，重点呢，观心为要。你看，藕益大师这个净色名这四句都是重点，其中这一句"观心为要"，要是什么最重要的了，最关键的，就是关照自己的念头。念头着急了，你要马上能察觉，马上，哎呀，我又着急了，阿弥陀佛，把它调伏下来。比方说你讲话越讲越着急，你关照到了，语速放缓，都是要在境界当中修行啊，调整啊。不能每一次都是，哎呀，我又搞砸了又火烧功德林了，
啊，是在境界当中火气上来了，能察觉到了，哦，赶紧念佛调伏心呢。啊，你看讲话着急，一般来讲，讲话着急的人呢，都没看着对方的眼睛。啊，你假如有看着对方的眼睛啊，你一定看到人家那个表情都已经听不清楚了，你自然就会放缓。哎，那天遇到一个同学，讲话非常快。我说你以后讲话看着人讲，我看讲话从来没习惯看着人。哎，啊，你看这个都是用方法来对治。你看老和尚他们都很善巧啊，他知道我们。这个实际的生活工作状态，啊，所以老和尚用的十念法，啊，一天念9次，一次念10声，啊，你看老和尚的不间断呢，他老人家没有一开始就是念念都不要间断，哇，那我们一开始做起来就会觉得，哎呦，太难了。哎，让我哎，一天念9次，不困难吧？有这个时间吧？哦，你看9次，习惯了，慢慢慢慢呢，哎，就延伸到其他的时间呢，也懂得念了。啊，这个不间断，就是你每天都有念。好，哎，慢慢到。这个每个小时都有念，啊，到，越来越提得起来，这有循序渐进的一个方式，好，你看黄念祖老居士说，不要求我们把念佛当唯一，啊，要求我们把念佛当第一，这个都是让我们。将念佛啊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就比较容易提得起来了。好，而且这个不间断呢，哎，老和尚也提到了，念佛这个念呢是精心呢，心上真有佛。哇，那这个不间断，就是你念佛的时候用真心念，你刚好有事做的时候啊，真心去处理，处理完了佛号再提起来，有没有间断？你在处理的时候也是心上是真心啊，也是念佛啊，啊，你不能念佛的时候用真心，处理事的时候用我。放心，这样也很怪了，这样功夫也间断了。哦，所以待会呢，发一个啊，夏老智景录当中啊，有关念佛的指导。好，我看看问大家，我们都知道念佛太重要了啊，我们在48院讲记当中啊，老和尚。有提到了，这个专念阿弥陀佛啊，是正修，所有善根心心回向啊，这个是助修，正助双修啊。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生活工作啊，都是用真心啊，这个叫积功累德。是助修了，啊，没有做事的时候，佛号提起来了，啊，要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一句佛号不令间断，啊，这个是应主指导我们的。
这些话我们都很熟啊。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得要照做啊，照这个指导来用功哦。夏老又说了："啊，若要佛不离口啊，先须猪不离手啊。这个都是指导我们怎么不间断。啊，常常拿着佛珠啊，拿着计数机提醒自己。没有这个提醒啊，我们是很容易忘的。"哦，这个都要我们自己很真实面对自己修学的状态，这个可不能打肿脸充胖子了啊！不用，我不用，我自己会记得念的。那你得真正会越念越提得起来才行啊，不然都要讲究方法的。哦，不然夏老也不会留这句话给我们了。不然，印光大师也不会留十念法给我们了。啊，就是我们现在不用这些方法，要得力很难的。这些善知识的教诲都不容易得到啊，可是我们听过了，我们没有拿来用啊，这个就是不够珍惜了。哎，人不够珍惜也是一种习惯哦。啊，来得太容易了，就容易不珍惜了。啊，所以我们对善知识的教法要珍惜哦。啊，你看，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本师啊。我们修学的重点呢，他老人家都以身作则，实现给我们看了。看生活，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生活知足啊，寡欲啊。学佛要认识释迦牟尼佛哦。哦，啊，我走过。的地区啊，尤其欧美啊，哦，我感觉我们同修们的福报都不小啊，啊，生活都很讲究的，嗯，哦，那学佛要学释迦牟尼佛啊，因为生活太讲究了，时间都会花在这些讲究上面了，啊，讲究吃。讲究穿，啊，讲作用，哦，这个用字就多了，嗯，啊，那个用个化妆品，啊，啊，一进去浴室，哇，琳琅满目嘛，哎，好，我没有说不要用啊，哎，到时候你先生抗议了啊，这个我不敢背这个因果啊，但是这个度啊。这个只有自己去下功夫了哈，佛给我们讲明白了，也表演的这么圆满，哦，我们肯不肯效法啊？这个别人也勉强不了我们了，啊，哦，所以你看人家老和尚，张家大师教他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老和尚很会请教。说布施，啊，就从哪里下手？啊，张家大师说布施，哎，结果老和尚说，哎，我工资很少啊，没有什么钱。啊，张家大师说，那你一毛有没有？啊，一块有没有？啊，他说一毛有。哎，这个都是老师的善巧啊，教人以善，勿过高啊。
是吧？当使其可从啊！啊，那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女士啊，你一看她的穿着啊，就知道她很有品味。哦，她不是说呢穿得很奢靡呢，不是的，哦，一看就很有品味，很有气质。结果啊，有一次她就问问题了。他说：“哎呀，我昨天看一件衣服，这个 style 很好啊，行，这个款式非常好啊，可是我忍住不买啊，哎，一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啊。”我说：“你还是买了吧，哦，不然一天两天睡不着觉，对身体损害太大啊，你可以少买一点啊。”啊，我假如叫他说不要买了，他下次就不来听我讲课了啊。这个教人以善，勿过高啊。啊，总要有中恕之道啊，严以律己啊。啊，我们自己可以克念作圣啊，这么要求啊，对别人要宽以待人啊，这样人家跟我们相处啊，才不会压力太大。哦，所以这个老和尚说啊，你学佛啊，首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你才不会学错了。这是张家大师传给老和尚的，老和尚又常常给我们讲，因为老和尚有说啊，他学佛的基础是张家大师帮他扎下去的。所以，张家大师这些教诲都是最重要的政治政见。我们刚刚讲的观心为要，自己要看自己的念头。张家大师有没有指导老和尚修行？从根本修，从起心动念处修，这是张家大师教的哦。啊，张家大师又说：“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我们很容易重形式哦。哦，比方说精进啊，一讲到精进了，每天念多少声佛，啊，拜多少拜，这是手段呢，手段。”目的呢？你佛号越念越多啊，妄念就少了。可是，假如我们佛号越念越多啊，结果心散乱，那这个就没达到目的了。啊，拜佛有一个目的啊，调伏傲慢。啊，我们最尊贵的头去顶佛的足，调伏傲慢。谁是佛啊？一切众生是佛啊！我们面对哪个众生，我们不能屈下来啊？给他顶个礼，做不做得到？啊，首先对那个你最讨厌的人，看做不做得到。做得到啊，你就离相了。你就离见性不着相了啊，见他的佛性啊。佛菩萨有没有表演给我们看呢？有啊，《妙法莲华经》里面有一个常不清菩萨品啊。哦，好像有同修也蛮欢喜念。法华经哦，更重要的是什么？效法这些菩萨啦，哦，还有看谁不顺眼了，这法华经念得不够相应了，哦，我就不能说白念了，白念了他会很伤心的啊，要说不够相应了，你看遣词用句啊，不可太苛刻啊，不能伤了人家的心啊，哦。
经典都是来让我们效法的。啊，我们常常，哎呀，怎么这个脾气都忍不住啊？哇，那当身成佛的榜样是善财童子啊。有善财童子的态度啊，就不容易发脾气了。为什么？只有自己是学生呢，其他的都是老师啊。哦，做一个比喻，就是其他的都是发考卷的老师了。那他发考卷来了，我们刚好答题，哎，答不出来。是自己不会呀、啊，答不出来，总不能去打经这个发考卷的老师吧？那不颠倒了？哦，那每一个都是发考卷的老师的，都是来成就我的，都是来成就我的，都是来护念我修行的，那你就感谢一切人事了。对呀，怎么会生气？你感谢呢？感谢怎么会生气？哎，这个人出现了，知道我内心还有嗔恚心，知道我内心还有对立的心。啊，没有他出现啊，我发现不了我这些习气。哎，那个感恩心就出来了，这个叫回嗔作喜呀！啊，《了凡四训》啊，最近有同修组织念《了凡四训》啊，种实子啊，不能只念在遍数上哦，啊，这里面每一句要拿来用啊，回嗔作喜呀。要日日知非，日日改过啊！在哪里知非？在每一个起心动念处关照到念头不对在哪？好，那刚刚我们提到啊，要学释迦牟尼佛，你看从生活上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啊！也看他老人家讲经49年，没有一天休息的。好，那释迦牟尼佛，哎，你看他表演给我们看，忍辱，他做忍辱仙人，遇到割力王，你看这些榜样。让我们肃然起敬了，以后遇到境界了，一想想释迦牟尼佛遇到的境界，我们这不算什么了。哦，还有求法，我们刚刚讲到，我们对法恭敬，你看祖师留那么多法宝给我们，你真正听一句啊，境界就不同了。比方说听哪一句啊？若要佛不离口，先驱猪不离手。哎，这一句我们有没有听？哎，听这一句，我的佛号就越念越多了，妄念就越来越少了，会有什么变化？做一句就有变化了。假如我们觉得自己没什么变化，进进退退，那就是一句都没有把它做，坚持3个月。好，有坚持的话，心就变了。佛号越多了，就烦恼、妄念少了。妄念一少啊，烦恼一清，智慧就长。你看人处理事啊，
觉得境界比较稳定了。啊，心散乱的时候处理事情会荒腔走板。啊，最近也跟大家都探讨到，学佛是面对境界要清楚。啊，就像我们刚刚探讨的，佛是觉呀，在哪里觉？在我们的念头处觉，在我们的一言一行当中是觉悟的，没有稀里糊涂的，话讲错了都不知道，那就不知道修正这个错误喽。啊，这个包含呢，我们在每一件经过的事当中啊，明白觉悟到啊，这件事我错在哪里？这个叫修行哦。每件事经历过了，哎呀，他为什么对我发脾气呀？我好像也没讲错话。好，那这个就是不觉了。你说真的，我刚刚讲的话都很客气呀，他怎么突然跟我发火了？哦，那不是刚刚讲的那些话啊，是什么？是导火线。你刚刚讲的那些话是导火线，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呢，是这段时间呢。啊，你已经让他生闷气，生很久了，你通通没有感觉。啊，今天突然这句话呢，啊，他那个闷气啊，已经呢，到了临界点了，啊，爆出来了，然后你还很无辜的样子，哎，我没说错话，因缘果啊。你今天讲的话是个缘，助缘而已。真正的因啊，它可能已经酝酿很久了。今天当我们跟家人朋友相处啊，别人因为我们呢生闷气生很久了，我们都不知道啊，那代表慈悲心不足，设身处地的心不足。老和尚指导我们，有人因我们而生烦恼啊，我们都要改正啊，因为不杀戒是不恼害众生啊。哦，应该有同学受过五戒哦，看五戒第一不杀生啊，老和尚开解道，不只是不杀害众生生命啊。要做到什么？不恼害众生。最近跟妈妈们接触的比较多啊。当然，这个爸爸们学佛少啊。为什么呢？家庭生计。这个叫体恤啊，这个时候不能说男人比较没有善根，哇，你这个就不对了啊。要体恤啊，他们扛起家庭的重担啊，而且有时候啊，男众啊，他真正学了，他不容易改变哦。他发了愿不容易退了。这个男女啊都有他的优势啊，男女也都有他的短板啊，这个都要靠自己去对治了。那我都会问这些妈妈们，你能够感受到你孩子的心吗？这个
传统文化佛法呢，第一个目标，恢复父子有情的天性，这是本有的曾经我有提过我那个外甥，他刚是咿呀学语啊，我都听不懂。都是他妈妈帮我翻译的。你看这个母子连心是天性哎。你看孩子咬字这么不清楚，你都听得懂他讲什么。你看他轻轻一个声音，母亲就能听到，哪怕距离很远都能听到，通的。哎，结果现在孩子才12、13岁，他心里想什么你都不知道了。那这个障碍在哪里？那这个要去恢复哦。同体大悲啊，是我们本有的慈悲心哦，本有的哦。你把障碍去掉了。他就慢慢恢复了，所以我们先要父子恢复父子有亲的天性了，我们才有办法于诸众生示落自己啊！连我们最亲的父母、孩子，他们心里的感受，我们都体会不到，那我们怎么去体会众生呢？承德最近觉得呢，经一事长一智啊，不容易，因为我们检讨事情啊，太表浅了，不够深入。好像前面有跟大家举过例子有一位老师，他分享到。她跟她婆婆相处的一些情境，比方这个她公公刚好往生了，告别式请来法师做法，来做一些法事那。婆婆多次表示要供养法师。那法师呢，应该跟他们家颇有交情嘛，都没有接受就拒绝结果他因为很多次了，他就跟婆婆说：“哎呀妈，这个我看就这一次就不要了吧，之后有机会我们再供养。”结果婆婆马上脸就拉下来那这一件事情呢，她很难得因为她看到婆婆的脸拉下来了，她也是好意她没有坏心她是想着我不能被婆婆的情绪影响。他在这个境界当中练忍辱啊，可是有没有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啊？以后怎么不再发生？那这样思考就更深入了，这样才能避免了下次可能再发生同样让老人生气的情况。所以赵小龙老师有讲《训俗仪规》，里面就有提到老人像小孩一样要顺着，要顺老人的意，这就是一个重点了。假如我们不懂得
原来我们没有顺老人的意，才会让他生气。我们只是想着啊，老人脸色起来了，我不能受他影响而已。那你很可能不能避免了，下一次再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承德有去跟这一位老师探讨，他非常难得，啊，他说啊，那我要注意这些情况了，啊，虽然我婆婆已经走了，可是这样的情况可能发生在我跟我母亲的相处上，所以我们学群书之要。啊，对不起，群书之要停了好几周啊！哎，大家不能分别哈，我们在讲啊，讲四十八愿啊，好，或者再讲一条龙啊，也是群书之要。哦，你看群书之要说，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啊。那经历过的事。问题出在哪？关键在哪？我们要总结得出来，下次才能避免。好，这个对我们懂得应对因缘，懂得体恤人心，你懂得体恤人心啊，可能事情就能避免掉了。啊，懂得言语的分寸，懂得顾及人家的面子，你也没有恶意啊，但没有顾到他的面子，你得找到这个问题点了，下一次才不会出现的。好，我们一般来讲啊，在总结事情的时候啊。比较容易把责任推到境界上面去，这也是一个习惯。哦，我们念佛啊，是身处转熟，熟处转身，就佛号越来越熟悉，啊，妄念越来越陌生。同样的，修行是修正行为尤其是心念。我们的心念呢，容易把责任往外推，这是一个习惯。这个熟处要转身哦，啊，我们那个向外的习惯呢，要慢慢陌生，向内的习惯要不断提起来。好，你看修行跟念佛是一个理呀。是心去念佛啊，是心去做佛啊，是心去处事待人接物的。哦，所以向内啊，我们师父上人说，他最佩服老祖宗的一句话。好，不知道诸位仁者知不知道哪句话啊？假如不知道啊，那这个我们得反思一点了。我们看老和尚用的什么词啊？最佩服。假如老和尚用最佩服的这句话，我们还是没注意啊，那代表我们听经啊不够恭敬了。啊，老人家用这样的词了，我们还没把这句记住。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哎，我们想一想，昨天有没有发生什么事？这个礼拜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啊，有没有闹点不愉快？哎，我们最后总结出来谁的问题？哎，反求诸己，哎，我们就能找到自己可以提升的部分了。啊，那一天遇到一个同修，啊，我跟他交流啊，哎，他谈了不少，
哎呀，这个净土法门这么好啊！哎呀，我父母就是不肯学呀，啊，他们就是求福报而已啊。好，然后聊着聊着，又聊到，哎呀，他们连我做早课啊，做了1个半小时，他们都嫌我太长了。大家注意哦，这个结论下来。家里的人都变冤亲债主了，哦，好像就是自己善根深厚啊，不被家里的人理解，这个就是总结的结论啊。哎，后来聊着聊着，他说出了一句话，他说：“他们怕我出家啊。”我说你是你们是不是你们家的经济命脉？他说对呀、啊，我们家就靠我赚钱了。你看，他没有去体恤到家里人所产生的担忧，你看体恤不到了。可都没有结论到这个最关键的点呐、张家大师教导老和尚。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实质是什么？放下的功夫，放下自我啊！六道轮回怎么来的？我执啊！所以真正的精进啊，调伏习气呀、啊，调伏我执啊。越来越能体会别人的心呐、啊。你体会到他因为什么担忧生烦恼了，世事无碍啊，你可以让他别担忧啊。我们一修行，如入无人之境啊，谁挡住我精进，我见一个就砍一个。哦，我当初 遇到一个妈妈，传统文化这么好。啊，这个谁阻止了，我就跟谁干啊！哇，你看这个态势是传统，人人弘道啊，是人把跟道相应的心行做出来才叫弘道啊！不是你遇到一个好东西的结果，你的强势反而因为遇到这个好东西，这个强势越来越增长了，变成我。强势的真善缘啊，要善用心啊！你看，太着在这个相上了。今天你带你的孩子啊，学传统文化，这个孩子越来越孝顺了。我请教大家，他爸爸会反对吗？爷爷奶奶会反对吗？家里的人会反对吗？啊，你教他做事越来越进步了，啊，越来越勤劳，越来越周详了，谁会反对？奇怪了，那我们怎么会遇到这么多反对？重在相上，这个相人家又不理解，然后实质又没有提升。所以，我们今天学佛了，我们做人提升了，家里人会不会反对？好，我们做事提升了，家里会不会反对？好，那现在到底为什么会反对？那这个原因不找出来，怎么改善呢？哦，所以放下是功夫哦。你放下自我为中心，能够去体恤他的心，体恤他们的角度，这个悟道就出来他们就感觉到你的心变了，你的言行变了，
越来越真诚了，越来越体恤了，他们不可能反对的。好，今天时间到了啊，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这个看看，下个礼拜我们沉淀沉淀总结总结，家里的人为什么反对？总结的结果是我发现我自己该调整的部分这个可以提出来给大众做参考因为比方家庭主妇很多我们处在同样的境缘呢。有时候你的一个领悟你说出来可能触动很多人的心弦呢，可能会让很多人开悟这个应该去截一段我们董丽亚老师在《无量寿经》研讨里面呢，他分享了一段心境他这个心境一转呢。他家里的气氛都不一样了。这个我再请我们德国的干部剪出来到时候再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那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